我们现在河口湖，然后因为要去租车，跟老婆订车，我们是原本下午2点多，一点多要搭的，12点多要搭的河口湖的车，改成两，因为错过了，改成下午才搭，所以我们现在到了。老婆，我们在日本第一次开日本的车，熟悉日本的路况。我看不到它的那个。不熟悉日本的导航。老公，你跟着他。我们的房间到了，来看一下。嘿，各位好，我们到了富士山，河口湖的饭店，那个秀峰阁，然后其实服务蛮不错的，就是我们今天上来这边，因为刚刚也在那个确认，然后在那边走到，我们住5楼，然后很贴心，好像不每一层楼是不是都有吸烟区，这吸烟区蛮贴心的，好想去，然后我们住的是。501房，啊，看我们房间，因为其实我们行李刚刚很多，然后已经先确认了，然后房间501，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里鞋柜，很好，谢谢。那这里很合适，我们刚才先稍微进来过，但是小客厅，那么玄关。然后这一间刚看的是有浴室，它是分开的，这里打开非常小，还可以泡澡，其实还不错，整体说的还不错。然后这个是吃什么呢？有开瓶器跟那个牙签，还有木塞。接龙木塞就这一件，因为旅行住比较好。然后这间是厕所，厕所没就是也是一样小小的，就这样日本道地的厕所。然后我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住的地方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睡的地方。然后刚刚已经先进来了，因为我们行李太多，而且服务员一直很热情的跟我们介绍。然后来看一下这边合适的，我们叫自己铺床，来看一下。他好像会来帮我们铺哎。真的吗？嗯。没关系啊，他是要跟我们一起睡吗？不太好，我害羞哎。这都是棉被，很合适的一间房间，真的。
走进来看，因为现在是晚上了。这里，而且他这里他刚刚有先帮我们泡茶，好像是抹茶。哎，抹茶。抹茶，真的，应该不是抹茶，茶叶。对啊，在这里啊，抹茶茶叶。然后他刚刚去帮我们换，哎，到时候这边有灯呢，好吧。他有帮我们换，而且还有袜子，还有这个，哎，这个哎，袋子。哦。然后还有和那个浴衣的 size， 因为有不合，所以要帮我们换。然后这有合适的道具，都穿小件。御茶器，是吃茶去，沏茶去吧。随便。然后他把小阳台开门了。小蚊子，我觉得他特地给我们边间。对啊。那蚊子哪里？他有蚊子。所以我赶快出去，赶快进来。然后这是雪外面的景色，然后我们在这里明天早上来看富士山。啊，因为晚上了，所以比较不好拍，所以请见谅。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住的地方。等一下七点的时候还有供应餐点给我们食用，所以而且我们现在去泡澡了。不管，因为他们泡澡到七点，然后如果你要早上泡的话，晚上到七点，早上的话是到九点，哎，是五点开始到九点半。然后这个来大家看一下，因为我跟我老婆结婚，我跟她特地跟她讲，然后这是她的感谢卡，意思差不多，意思就是因为我们是新婚，然后来直接来他们这边住。这一个感谢卡，好，再呼吸，请看前面，谢谢。它是一个枫叶的，而且真的很好看，而且它的点心也有。哇，这么可爱的颜色！我老婆把茶喝完，很好喝。今天大概。等一下就等吃饭的时候，就看他们吃的餐点是怎样，再跟大家讲。就先这样，谢谢。哦，我们已经换好衣服了，现在要去泡汤，因为他泡汤只到七点而已。现在已经偷偷看一下时间，六点半了，要去洗澡了。七点要洗澡要干嘛？洗澡干嘛？吃饭，先要吃饭，他会送餐来。所以我们要跟我老婆要先去那个，而且这是男女分开，所以我要跟她分开泡，所以我大概也要抓个时间，赶快用一用，我就自己先上来，钥匙放我这了。好，好，那先这样。所以就是拍到我。大家看看晚餐。
哎，这还没放完，他们还要放这个菜单，各式各样的菜单。这是放菜单，什么都。好开心哦！你们看我们的晚餐，生鱼片，还有这个山药的啊，这就是一个晚上1万多块的代价，还有这个是汤。这才是秋刀鱼汤，这就是今天晚上住河口湖秀峰湖月的一个晚上附赠的晚餐。来，没了。清楚了，这里面的兔子是。原本就烧进去的，就是他做的时候就做成这样，它是固定的，你也拔不出来。我一开始以为是芒果，不是可以吃的，原来不是。兔子真的很好看，这是秀峰阁的那个。我们刚吃完饭，然后他们其实服务很好，还要帮我们铺床。但是现在有请两位高手来帮我们铺床，高手。Thank you， 爱豆，他的服务真的很周到哎，然后还帮我们铺床。那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？这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原本在房间就有了，我来看一下是什么东西。他刚放了。啊！哎，香香的。有助于疲劳的效果。薰衣草，对啊，这是薰衣草啦，对啊，薰衣草啦。感谢大家用心看完整段影片。本频道是利用养病剩余的时间制作的。至于什么病呢？请点选右上角的连结吧。喜欢影片就帮我按赞分享，别忘了订阅。生活旅行家频道哦，记得开启小铃铛，就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。我们会不定期上架新的影片，另外也可以搜寻 FB 加入粉丝团哦。